Hello，大家，这就是 Breaker，我又回来了，来转播我最喜欢的两位，冲王在那个 EXE 战队中，就是我们这边上周唯一一个绿色的充足的玩家，就是我们的赫朗冲王，他的名字叫 EXE Hephaestus，而且在这边他上8点钟左右的方向，就是我们上周唯一一个分色的充足的玩家，就是我们最喜欢的。加拿大冲王，就是 Dire Straits。顺便说一下，你们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你们可以点击这一部影片上的订阅的钮。也是我得给你们解释一下那个对了，两边的玩家们就是大师阶级的玩家们，不过大师是大师，他们不是我，他我知道Hephaestus 有。不是 Hephaestus，Dire Straits 有一个泰坦服务器的账号，我自己买给他。而且我们原来的真是蛮奇怪的一个开局，哈，这么早放下去一个狗吃了，以及挖死反正我卖给那个 Dire Straits。这个账号，因为我想他把我成为一个大师阶级的玩家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达到大师阶级，在那个 NA 服务器上。好的，那原来如此。好的，而且戴瑞已经把他自己的戴水自己的那个异化车已经放下去了，好，但是现在的话，我觉得，Hephaestus 的狗吃就是挺早啊，但是我也不怪他，因为这是一个经典的一张地图，但是他这边的目的是什么？哇，哦，这是一个蛮厉害的动作，我觉得Dire 一点都没有看到呢。他又看到了，有可能他看到了，有可能 Dire Straits 知道，有可能 Dire Straits 知道 Hephaestus 刚刚做什么事情了。但是，他如果没有看到的话，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对方有8条小狗在路上，不是路上干什么呢？好的，而且Hephaestus 已经把他那个杜巴虫草放下去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招，不然就是一个来来放大伤害在Dire Straits 的经济上的那样子的动作。这个第一次我觉得应该不是在世的成完。哎呦，好可怜，Dire，你准备好了守得住这个吗？好，而且这是一个美漫的。那个叫什么？扇贡饼的动作，但是他这边我觉得应该守不住。哎呀，好可怜！那只鸡翅已经掉了，但是他像 Hephaestus，不是 Hephaestus，那个 Dire Straits 自己的那个经济还相当的好，但是这些两只毒豹，他得允许不掉跟这些毒不是毒豹工兵连接，好，那这边我们有某一些毒宝虫在造场，生产中，所以呢，如果 Hephaestus 在这边不会杀什么工兵，再有可能要赢这一场游戏。但是这边我们有两颗毒宝虫在这边，有可能他们要做这个路线来跟这些工兵连接。好的，而且。Dire Straits 已经出门了，而且这一直到现在就是 Hephaestus 的主意。那 Hephaestus 会看得出来，他的对方就是这么做，而且他是来造船生产某一些保守的毒包，而且说到毒包，这边这是一个美满的连接，但是 Hephaestus。Festus 自己的那个经济的情况没有 Dire Straits 的好，也是 Dire 有权利控制地图啊。他的狗数已经好了，
而且 Hephaestus 自己的还没有升级了。嗯，这样。而且说到荆棘，大约是刚才把他自己的阿矿开起来了。而且，Dire Straits 在 Hephaestus 的珠矿里面知道的番茄。嗯，好的。那他这边的目的就是不断的送我一些督宝来跟这些工兵连接，而且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主意，因为他成功的话。这应该有什么成功吧？看到这边，好好，只是工兵没有散好了。哎呦，有啊，但是，哇，大约是只不过杀了一只工兵而已。那这边他应该快看得见他的对方，只不过有 Mango，但是他们快哦，钩速已经踢好了。那他现在的目的就是来救救他，只有一颗毒包，而且他这边会看得出来，哼 ，Festus 刚才把他叫一个 cheesy，这就是喜欢打招的玩家。好，而且 Dire Straits 这边，Festus 刚才打出 GG 人数了。那请点击那个追随的钮，那个电竞的钮，在这一部影片的右边，这就是 Breaker。谢谢大家来看得见我今晚的转播，拜拜。